是他叫我保卫，可是他叫我保卫。歌手陈零九跟现歌力捧的新人 Musa 一起合作，大唱晕船仔的心声。女神还被称作是现歌的第四个女儿。这首歌是她首次写歌创作，能把这么重要的第一次给陈零九，两人的关系似乎也有点特别。就在这个月初，我们捕捉到了刚结束春酒上演的妙莎。她一个人搭车到松山火车站附近等人，只看到她打了个电话，不到一分钟，那个人就出现了。喂喂，这不就是陈零九吗？看起来他们两个人不止工作上的合作跟好交情，因为我们九哥不健身到一半就先跑出来跟女孩见面，如果彼此的关系不是有搭以上，怎么可能？果然，当健身活动结束，陈零九跟网红陈辉一起现身与妙莎碰面。看看这三个人距离，陈零九跟妙莎靠在一起，陈辉则是保持礼貌的社交距离。登车的时候，陈零九还自然的帮女生提纸袋，这种小互动都可以看出两人似乎进入粉红世界。当然，如果看到这你说这些都是小 case， 那两个人一起回到男生家过了一整夜，应该就能说明了吧。去年2月，陈零九宣布分手十年，网红女友呼呼被爆料是因为狼人杀女神小齐炫介入，但似乎恋情见光死，两人对外皆否认交往，坚持只是好朋友。在官宣单身一年之后，陈零九被我们知己身边有了新对象。2024新春桃花开，可喜可贺。